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cle J。我国的疫情还是很糟糕 ，gym 都还是不可以开，所以要减肥还是在家吧。若想要提高减肥的效率，那练腿吧。没错，这个影片我来分享一下我六个自重腿部训练动作。小小说一点心得，最近膝盖旧患有点不舒服，所以练腿时我都暂时不使用任何器材，都是以自身重量训练为主。这套腿部训练组合还是可以帮我消耗热量减肥，并且没有伤到旧患。当年刚开始减肥也是常不练腿，腹部总是留着脂肪，剪来剪去都剪不到最干。但是练腿后就让我达到更低的体脂，腹肌都比较明显。练腿其实真的不用担心腿会变得很粗，会变丑。我的腿看起来比较粗壮，也是过往持续的重训而练出来的。自身体重的训练可以协助打造腿部肌肉线条，让下半身看起来更结实，总比脂肪软软肥肉好看哦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把这套训练组合加入运动热里面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保持活跃，保持健康。